这任务完成的不错，但是还是有人破坏了特警队的形象。哎，兄弟，不要杀我啊，兄弟！事儿办了，不会不给钱跑了吧？这笔买卖，咱们得讲规矩。钱呢？1000万，买你兄弟的命。 是不是他的命？你说了不算。我知道洛明的牺牲对你有很大影响，我希望你能追上纪律，不要犯错。队长，你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记得，没有人靠得住。 放了吧！不可能，我是警察。